我是赛琳拉，我是造物之光的牧师，我的独生女露妮昏迷不醒，我用尽所有办法救她，却一无所获。有一天晚上，天空出现爆炸，圣光碎片如雨一般落在艾泽拉斯的上空，我们称之为流星之夜。 我看见一道异象，有个声音说：“找出碎片，拯救孩子。”我看见卡林多的贫瘠之地处处充满危机，我还看见黑湖上有一座铁塔。我吻别了我的孩子，为拯救他而踏上旅程。 加入战斗，迎向荣耀。你别想活捉我！哼，那我就成全你。 圣光祝福你，猎人先生。我叫塞瑞拉，你是不是受伤了？那不然嘞？难不成我是把兽人的剑插在肩膀上，当成时尚穿搭吗？撑着点，我来治疗你的伤势。有名之兆，迎向荣耀。 我发誓会保护你的。 平息之地是部落的，你们联盟最好快滚！我的同胞也曾经被赶离家园。为了部落，我先开枪。 我需要向导带我穿过贫瘠之地。要是我们活过这一战，你愿意帮我吗？我已经有别的合约了。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来的正是时候。
猪猪来了，需要治疗。哦，保护你的，哈哈，保我！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为了大酋长，就战斗为止。我们被攻击了，哈斯丁哥，耶！好多了。沐浴在圣光之中。所有门兵撤退。那个矮人和他的治疗者太强了。我们成功了。等等，猎人先生，你要去哪里？快回来。我们突破了兽人的钢哨，但我知道如果没有帮手，我一定会死在贫瘠之地。虽然矮人不肯承认，但他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塞瑞拉，对上塞瑞娜，血雨，住手！你这个怪物！这个矮人由我来保护。他偷了我们的宝物，他得去死，去死！为了巫裔隐身人。我说过了，小姑娘，我不需要任何帮助。敌人的数量很多，你确定吗？为你们的罪行受死吧！站好！你只是暗影草，为你们的罪行受死吧！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他说你偷了他的东西。哦。我是拿了些东西，饰品的力量，是
想要长生不老吗？这块地方您很熟吗？我在找某个黑色湖泊，中间有个铁塔。你讲话跟谜语一样，不过我可以带你去那个地方，只要一点回报。如果你在乎的是钱，我那一份战利品可以给你。我只想救我的女儿。好了好了，你害我的胡子都要被眼泪沾湿了。死在暗影中吧！喜欢都可以看啊。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我要把你们两个拿去喂小孩。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沐浴在圣光之中，我先开枪。姑娘，你的本领还不错啊！我叫塔维谢雷谋，我只为自己而活。我没办法给你财富或荣耀，但我用生命发誓，一定会努力让你全身而退。东边的淤泥沼泽有块油田，风险投资公司在那里开了个钻油井。我敢用胡子打赌，你意象中的铁塔就是那座钻油井。我们走吧。
艾瑞拉。对上，与你少。就是那里，肮脏恶臭的黑色湖泊。会受到当地野生动物的热烈欢迎。幸好有你这么厉害的猎人来保护我。我有东西要给你。又哪里回头？我看到有一块圣光碎片落在塔顶，我们得爬到最上面。看来我们得一路杀上去了。油井，找到碎片，你女儿马上就会跟新的一样。简单，哼，对你来说是吧？家人吗？没错，雷毛氏族。如果你是出自有钱人家，那就是贵族家庭。我有东西要给你。光会铺路。嘿，朋友，别担心。气味，看来这里的自然生态很混乱。啊！我的靴子整个毁了，我们快点解决这件事吧。宝物！放心，不会有事的。
收拾。我先开枪。救命！这是我的地盘。嘿，朋友，别担心。戒备森严，我们得转移敌人注意力。别担心，我有办法。我们需要更多火力才能突破哥布林的防御。有看到那台伐木机吗？那台有巨刃、看起来很恐怖的机器吗？我们最好离它远一点。是啊，不是啦。我们是要偷走他。塞瑞拉，对上工程师维尔雷格。我们真的要和这个东西战斗吗？我还得做完今天的工作量，快滚吧。小心点，塞瑞拉，哥布林的东西有点不太可靠。塔维西，你在担心我吗？我担心的不是你，我担心的是我们漂亮的新伐木机快被弄坏。可是我们到底要用它来做什么？自招！救命！啊，一直治疗我就对了，其他都交给我。你快点归地惊逃啊！难免会有意外了，你懂的。安内听好，小宝宝，炸死他们！安内听好，我先开枪。永不消逝。拿起你的短剑，我们来决斗。
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看我找到了什么。快来啊，过河拆桥的败类。封口费要另外收。完好无缺，来，我们上去吧。塔维西，我怕你太冲动了，我来驾驶这台伐木机吧。你说什么？你的蹄子能踩踏板吗？啊，等等，塞瑞拉，对上崔克西列伦。别挡路，我们只是想要碎片。他们要抢碎片，杀光他们。拜托，我一定得拿到它，为了岌岌可危的生命。猪猪来了。来这边换奖品去呢。他们人还真多，交给我来解决。我会解决你。
旗被打坏了，但我们也成功了。就在附近了，我感觉到圣光在呼唤我。这里就是主控室，纳鲁碎片应该就在附近。但首先我们要通过安全系统、陷阱，还有那个地精。为什么这里会有地精？塞瑞拉，对上济公斯尼格斯。真的有个地精，而且它看起来有点可怕。你们联盟是突破不了我的防御的。边个受咗伤啊？先潜入这座油井的，而且比你们安静多了。我们可以合作。进来进来，大家都会当赢。即刻搞定。天王之招。别担心，放心，不会有事的。小菜一碟。哦，入边一定有好嘢。抱歉了，女士，我向来独来独往。我也是，直到我遇见他。宝物！哦，感觉还不赖。放心，不会有事的。即刻搞定！把你大卸八块！你肯定没见识过这个。小心，整间主控室都是陷阱。你的死期还没到。见识过这个，来的正是时候。小兵啊，拨云偶匕首。我的货，我要搵钱。很有军情七处的样子。你哪知道军情七处的什么事情？搞定！是天王之招。
的灵魂。乖乖站好。我知道他们是暴风城的间谍，战斗的风格就跟你一样。你能不能闭上你那张大嘴巴？合作无间了。那剩下的路程，我们就继续互相帮忙吧。我叫史盖博斯·尤切，你们这两个矮人跟德莱尼来贫瘠之地有什么事吗？财富与荣耀。哦，饶那个紫皮肤的家伙，要救他孩子，我们开工吧。塞瑞拉，对上机械章鱼。纳鲁碎片在为那台奇怪的机器提供动力。圣光会净化那些污秽的东西。造物之光啊，就在这铁塔之上，我的意象成真了。他讲话都是这个调调吧？想办法包围他，小心那些触手。统统切掉，就不用再担心了。我有东西要给你，消失吧，怪物。料理完毕。消失吧，怪物！好如雨下。子弹上膛。史盖博斯，你一直都在军情七处工作吗？我可没说我在军情七处工作。嘿，朋友，别担心。暗杀！哈哈，宝物！时机就是关键，我每次回到就有人命悬一线。火焰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厨师。找到碎片了，真不敢相信，那个碎片是纳鲁的一部分，在流星之夜的时候。纳鲁的碎片正是我要找的东西。好吧，其实我也接到命令要拿回这东西。什么？
很抱歉，牧师，我得把这个碎片带回暴风城。也许我们可以合作。我也要去。等等，有人来了。塞瑞拉，对上加罗娜。不要过来。抱歉，我只是奉命行事。我们只要并肩作战，就能打倒他。跟我作对，可是会后悔的。站好！阴影才是归宿。哦吼，这手法可真漂亮！我的盾为阿古斯而死，把你大卸八块！上膛，猪猪来了。是塞瑞拉的东西，塔维西。不要再引怪了。少。
来的正是时候。克斯会很满意的。塞瑞拉，对上加罗娜，不要过来！抱歉。我只是奉命行事。我们只要并肩作战，就能打倒他。跟我作对，可是会后悔的。把你打卸八块！乖乖站好。先开枪！啊！我是逃不了瓜吧？救救我！呼呼，这手法可真漂亮！刀如云下，子弹上膛。阴影才是归宿，希望会有什么好东西。救命！不要再隐晦了。
手法真是利落。为阿古斯而举。成绩变差了吗？碎片不能给你，那是塞瑞拉的东西。塔维西，我有东西要给你。解决他们。荣耀指引我。需要治疗。气象预报，多云偶匕首，凤凰吧。还没到，冲进突破口，这是我特别调配的，反正我也不需要它了。这招只对傻子有用。猪猪来了，阴影才是归宿。我在你的未来看见了惊险的胜利，暂时撤退，别回来了。瓦里安国王的首席国政顾问卡特拉纳普瑞斯托女士下令要军情七处取回碎片。什么？我知道有不少佣兵四处在找碎片，然后我们的雇主是普瑞斯托女士，但我握着她可以听到其他碎片在呼喊我，其中有些就在贫瘠之地这里。
只要拼凑齐全，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